嗰啲現場嘅音樂。我諗住要食得越快，喺度贏噶嘛！我有預感，我有預感又有我食檸檬咯。有六嚿腹肌，有六嚿檸檬啊！大家好，欢迎收睇炮谷综艺台。今日我哋玩游戏系咖喱墨鱼。咁我哋有两个嘉宾一齐嚟玩嘅，不如介绍自己先啦。嗯，我系 Alpha， 大家好。我有斌啊。咁我哋不如睇游戏规则啦。隔离物语游戏规则，游戏分别有两组词语，一个是正确词语，一个是禁语。主持人会形容这一组词语，玩家需要斗快估到是什么词语，当然是要估正确那个啦。估到正确词语那个，另一个就要罚啦。但如果你讲了禁语出来，就到你要接受惩罚啦。所以估的时候小心啲，唔好讲咗禁语啊。好，第一条，零食，虾条，朱古力，球状。金沙，诶，到你啦！芝士薄，甜嘅。我嗰个脑系谂紧超市个力食搞啲咩卖。芝士薄讲咗啦。我讲咗。棉花糖，雪糕球，多颜色。多颜色就唔系我谂嗰个咯。珍宝珠。珍宝珠系啱嘅。第二条牵涉是日常食品，饭最日常的粥、水、汤、面咯，公仔面，公仔面是啱的。你另外嗰个咩啊？杯面。第三题运动，足球、足角、肌肉、举重、健身，健身啱啊。你啲現場嘅音樂啊！第四題牽涉係菜、菜心、白菜、蛋白質、節瓜、茄子、脂肪、菠菜、雞翼、禮物。我去準備減肥餐。係啦。第五条牵涉是持久、马拉松、印度神油、性爱、安全套、伟哥。伟哥是错的。后面一道第六条，第六条的牵涉是雪柜、柠檬茶、蚝油。第二个牵涉是食品，雪糕，雪糕啱啊！咦，识领喎。第七条，女性，月经，高踭鞋，性感，低胸，头发，服饰，露背，丝袜，蕾丝，胸围。第八条，第一件事名牌 Nike 啊，手袋，手袋，扯，巴黎世家 ，Dior， 花纹 ，LV。第一条，性爱。性愛安全套KY 招式老漢推車咳嗽現在效果是咩灰色畫面的嘛，是啊，加花蓮粉嘛，蓮粉是啊。好，玩完快了，你就玩完隔離物語，最高是 iPhone， 吃得最多的檸檬的是阿斌。
唔知有咩感受咧先？檸檬睇過，根本冇人識你啊！檸檬邊度檸啊？個獎勵咧就係最高分嗰個咧就可以優先抽我哋聖誕特輯買禮物嘅價錢，蘇比嘅頭提。好，到自己提啦。我哋提啦。好，一百蚊。一百蚊。好，跟住到到我哋寫得檸檬最多幾多班？二百。有冇二百？條片再見啦！咁記得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like 我哋 IG 呢條片，comment Facebook share 出去。OK， 咁中意食檸檬嘅食檸檬啦，唔中意食檸檬嘅就俾佢食啦。